日本人是真的不吃饭的。前两天我当着日本同学的面啃了一个苹果，把他给吓坏了。他说日本女生都是切块的。我说哦，那男生呢？给他们走。你们这么爱切也对哦，毕竟你们日本人连自己的肚子都喜欢切啊。不过其实他们的点在于，我竟然把苹果一次性吃完了，而不是分好几次。你就说他们的食量是有多小，你们去随机找一个日本人试一下，你当着他的面就咔表演一个牙齿削皮啊，应该会把他吓死吧。我们来看一下 WHO 的最新数据，日本女生的体重是全世界倒数第四，在发达国家之中倒数第一，排在她后面都是一些非洲、越南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，那咱们就不说了。日本人那么瘦，最大的原因就是不吃饭，真的不吃。我每个月都会做美甲，光是我遇到做美甲昏倒的樱花妹就不下三次，突然就倒了，一问一个没吃饭。大米饭能扎你吗？有网友就问了，日本人平均工资不是20几万，做得起美甲吃不起饭呢？随即我展开了调查。那个我要变身了，我看我得到了什么。看我葫芦里卖的什么呀，有点猥琐。第一，历史原因，日本呢是一个隔绝的多山岛国，耕地少，资源少，白米饭都算是战略级别物资了，被他们尊称为姫衣，公主殿下，公主我要吃你咯。而且日本官方明令禁止吃肉，肉食禁止，日本人就一日两餐，养成了少食的习惯。而且他们自古以来吃的都是一些糙米、大豆、海藻、海鱼，少油、少盐、少糖，非常清淡。尤其是日本的已婚女性们，吃的就更少了。之前日本阿姨来我家做饭，就几乎没有放油。久而久之，日本人的胃也小了，店里的盘子也小了。就这么说吧，美国的披萨2000卡一片，日本的披萨400卡一块，根本没法比。有网友说，我来日本出差，不懂日语，一不小心点了一个双人套餐。那是我唯一吃饱的一次。那网友又说了，我去日本旅游的时候，那么多美食烧烤自助，怎么会吃不饱啊？那是因为您有钱。现在全世界都在长高，偏偏日本年轻人的身高却一直在下降。1994年平均身高是1.79米，到了2020年竟然变成了1.78米。生活水平好了，它应该变长啊，怎么还短了呢？不会是全身上下所有地方都一起短的吧？随即我展开了调。你再深挖一下就会发现，跟着他们身高一起下降的还有他们的体重。说白了，就是因为日本人全民不吃饭。都不只是女生了，更绝的是日本婴儿的体重都比其他国家要轻不少。80年代之后，体重在2.5公斤以下的婴儿比例越来越高，而低出生体重就容易导致他在成年后身高变矮。不是都说食色性也，那日本人不吃饭是不是太反人类了？第二，不吃是假象。讲到这里已经有网友不满了，我吃烤肉的时候只吃肉啊，结果对面的日本妹子还要配一碗米饭呢，她食量很大啊，怎么到了晚上她就不吃饭了呢？被你发现了。没错，大部分日本女生的食量并不是真的很小，而是看起来很小。もう無理無理、もうお腹いっぱい。日本女生热衷于装不饿，就比如日本聚餐啊，那根本就是一个装杯现场。大丈夫大丈夫，どうぞどうぞ。もういっぱいです。都别吃了，你们来什么餐厅啊？不过呢，也是有例外的。你跟日本人说去吃大餐，而且是不用花钱的，你请的那种。你去看看他们吃多少，个个都是木下优卡。我就遇到一个，一顿饭喝了我10杯纳马，可能我看起来就是比较有钱吧。日本人不吃饭，他们可能是真不舍得。在过去30年里，他们的薪资是没有任何上涨的。最近虽然日元加息了，终于迎来了一丢丢涨薪，但是生活成本却比上一年高出了56%。你们说够吗？根本不够。有些日本女生为了满足购物欲，可能真的会去选择高薪的夜间工作。DTTA stand to 热心，他们的消费是真的不便宜。点赞了吗？关注了吗？是。其实日本妹子私下就经常吐槽，自己去聚餐根本吃不饱，一道菜呢几个人去就是几人份，每个人只有一小口，她还想吃呢，就被同事在桌子底下使劲的拉衣服。因为都是按人数准备的菜，你要是多吃了两口，就会给别人添麻烦。所以有很多日本女生在聚餐之后呢，还会去便利店买点东西来填肚子。而且我甚至怀疑日本人有那个午饭羞耻症。现在好多人居家办公啊，开会到了午休时间，他们都不吃饭的，故意在那里啪叽啪叽点鼠标敲键盘，搞得好像去吃饭的人都不太正常。我倒要看看谁敢先下班。天天演不累吗？平时摸鱼摸得飞起，这时候装什么啊？不装不行吗？恐怕不行。第三，胖子歧视。社会学家赫伯特·米尔德提出了主我和客我的概念。主我是以我自己的真情实感为主体，而客我呢，谁客我？
客我则是把自我视为客体，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审视的位置，从他人和社会的角度来思考自身的行为。而整个日本社会恰恰是把这种客我做到了极致，不仅仅是他们对于食欲的究极克制，还体现在各种方面。他们一切的行动出发点都是源自于他者的眼光和对自己的评价。与其说他们不吃饭是因为太享受了，不如说是因为肥胖的代价太沉重了，他们不敢吃。日本社会非常推崇 Omnarashisa， 像个女人。什么叫像个男人呢？要有野心，要有志向，爱竞争，敢于忍耐困难的工作，对数字很强。而什么叫像个女人呢？首先爱小孩，然后很能读懂别人的心，然后要善解人意，还要非常的爱美，非常的纤细。这是说心灵还是身体啊？然后特别能考虑别人，感觉都是在教日本女生为别人考虑，为别人而活，还要纤细，什么玩意儿？所以他们对于日本女生的外貌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那就是瘦。70%的日本年轻女生都认为自己太胖了。日本女生最向往的身材，田中美奈实，1.53米，才38公斤。电车上、社交网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减肥注射，什么 GLP-1， 就是一种抑制食欲的激素。日本女人可以不吃饭，但是不能不洗澡、不化妆、不做美甲。在社会学里啊，社会性别指的是社会和文化创建的性别角色，以及他承担的责任和期待。东京大学的清水明子教授表示，在日本社会，如果是一个不符合社会标准期待的女性形象，那她在职场和生活上将会面临各种负面指责。一个胖子在日本生活的压力真的非常大。日本人甚至认为啊，胖子坐电车不应该付双倍价钱吗？啊，空调费用也要翻倍哦。你们这些因为自己吃太多变胖的人，最好不要占用公共资源了。迷惑かけましたよ。太恐怖了吧，这是什么新时代霸凌啊？先给别人贴标签，不合标签的就直接霸凌。你们整挺好啊，我是一个人，一个人一张票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对不起，狠狠共情了。所以在日本社会和媒体的塑造下，长得胖就不配做女人，不脱毛就是不洁。不过这条标准已经蔓延到日本男性形象，据说在澡堂子里面他们都很光滑。不是我看的，我没看啊。所以啊，这些日本女生才会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白兔一样瑟瑟发抖。她们只敢啃草度日，不敢吃饭，不敢吃肉。虽然兔子本来就不吃肉，但是变成猪真的会被杀掉的。不能吃太胖哦，会被杀掉的。不过更可怕的是，因为社会的纵容和鼓励，这份恐惧竟然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。第四，病态遗传。日本一位6年级的学生写道，他的身高1.43米，体重是31公斤，他感觉自己有点太瘦了，但是却被同学和家人疯狂夸赞，好瘦，身材可爱。因为瘦，他还被要了电话号码，甚至有了粉丝。结果在一次蛋糕诱惑下，他开始暴饮暴食，胖了16公斤，粉丝消失了。如果我也变胖了，你们会消失吗？结果就连他的妈妈都开始疯狂鼓励他，你一定要瘦下来，瘦下来之后你就是成为学校一起校花，干巴的呢。你是不是把自己的减肥焦虑投射到女儿身上了呢？这么着急，你是要送她去创造404吗？在日本的传统家庭模式啊，男主外女主内，日本主妇是没有经济来源的，非常依赖丈夫。日本社会对于妻权有了更多的维护，从而衍生出来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。所以在日本女生的心里啊，你不像个女人，就意味着要被抛弃和不被爱。一旦一个日本女性失去了经济来源，等待她的就只能是暗黑的魔爪。没钱就快来把活干，晚上的工资很好赚，和几老头流点汗，明天早餐加鸡蛋。整个社会对于此的包容和鼓励倾向，让我感觉到了一种恐惧。这些日本女生并不是一出生下来就不爱吃饭，而是被社会的不断暗示和规训才变得如此。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，日本女生出现了严重的进食障碍。从1980到2020的20年间，进食障碍的患者增长了大约10倍，每年都有22万人到医院接受治疗，保守估计的话应该是40万人，而仅仅是过食呕吐的死亡率就高达18%。而其中日本小学生更是重灾区。不吃饭这件事啊，仿佛变成了一个诅咒。日本的妈妈们被迫或者自愿成为了容器，又不自觉地把这套价值观复制给了下一代，代代传承。2020年，年仅5岁的传户节爱被继父虐待致死。继父熊大经常以你要成为模特的身材为由，对年仅5岁的小孩进行严格的节食控制。最惨的时候，竟然一天只给他一杯水喝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节爱酱的体重只有12.2公斤。而在整个过程中，他妈妈扮演的就是一个纵容、包庇、默许、旁观的角色。而在日本，又有多少樱花妹是为了获得男公关，或者是自己男朋友，或者是客人的认同，走在不吃饭的路上？在日本，时不时会听到因为糖分控制、体重限制而暑去的明星，而那些在工作中过度减肥暑去的卡巴就
也不少钱，希望被人夸奖，希望被社会接纳，于是他们就像橡皮泥一样被捏来捏去，改变自己的形状，收获的却是怀疑和自责。而在过程中，这块橡皮泥不断地失去水分，直到完全干燥僵硬。可是到最后，它还是会不被人喜欢，所以不要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，因为你的每一次讨好都是对于自我压抑和自己不够好的强化。不要去为了别人的认同曲意迎逢。不过我也想问你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喝啤酒容易长啤酒肚吗？那是因为你点了一杯啤酒啊，然后就吃了100个羊肉串，10串烤五花，3份烤猪排，2串烤腰子，1份烤鱼，1盘小龙虾，1份烤土豆，1份烤茄子，1条烤韭菜，4片烤面包，最后还干了1碗螺蛳粉。36.8万。而同样是两个日本人，在居酒屋点了一杯啤酒，坐了3个小时，他们却只吃了一盘黄瓜和几个毛豆啊。胖也有胖的道理，不是随随意意就那么胖。看到这里，不要客气，赶紧把那个。